师姐，是否无碍？没事，我没受伤。启禀掌门，此役我天师门重伤弟子计37人，其余弟子亦多有负伤，若要恢复元气，怕是需要些时日。天魔罪大恶极，他日必遭天道惩戒。师祖保佑，幸无弟子丧命。掌门师兄，神元塔受损严重，神子应如何安置？是否要立即抢修？暂且不必，我另有安排。灵光师妹，你带还能行动的弟子立即下山，传仙盟令与各大门派，请他们速来天师门举行仙盟大会。掌门，你是想……神子与天魔众之事，该公之于众了。是。之前希望月姑娘能与上神留在天师门，如今看来是奢望了。除魔未到，不问出身。上神所言极是，是孟章一夜障目了。孟章掌门，神元塔一毁，这天师门的大阵没问题吗？穿越六界并非易事，那天魔众短时间内不会再来。塔，只要神子无恙，其他都无妨。天魔众来势汹汹，今日若无二位挺身而出，我天师门恐已遭大难。神子若落入天魔之手，人界被天魔攻破也不过是时日问题。如此严重？神子的能力并非仅是神将，而是……是我多言了。月姑娘修行御灵之术，此物应能助你一臂之力。素闻贵派善于御灵，御灵来自驯服之仙灵兽，这张仙兽志记载了仙灵兽之藏身所在。这手卷所记载，却为明术门曾驯化过的仙兽一族。太好了，能帮上月姑娘就好。就像我方才所言，天魔众短时间内不会再来，月姑娘若能尽速取得新玉灵，对抗天魔时更增添一分胜算。谢谢您，晚辈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客气，不及二位今日的一成功劳。回去告诉爷爷，他一定很高兴。孟章掌门，可还有其他需要帮忙的？不必了，二位早些回去休息，养精蓄锐。也愿月姑娘尽早寻得灵兽。如此良机，切勿错过。到时也请上神同为助力。自然，他修为提高，与我也有益处。那请上神收下这个。师姐，你真的无碍？我没事，只是有些担心小秋的情况。既受神尊所主，天师门必会精心照料。是，我有些多虑了。天师门手中竟然有仙兽纸，长白山，烈风谷。
看着不像是假的。毕竟是大派的掌门，应该不会骗我们的。黄皮子可不同，他们那个门派，我管了。明术门所藏典籍中，确实记载了一只相似的仙灵兽，可惜太师祖仙逝之后，这只玉灵就失踪了。说不定啊，这一只就是太师祖的玉灵。既然爷爷确认这份仙兽之为真，那我就做些准备，明日一早启程去烈风谷。你要去烈风谷？既然得知仙兽存在，自然要去。若这一只真是太师祖的玉灵，那这冰仙兽可有数千年修为啊。他性格古怪又灵力强大，除了太师祖，从未有人降服过他。爷爷，这一只是否是太师祖的玉灵还不得而知。这些年仙灵兽近乎绝迹，好不容易知晓其中一只的下落，怎能因危险便轻易放弃？况且明术门需要玉灵啊。你说的道理爷爷比谁都清楚，但是你的安全更重要啊。我知道您担心我同爹娘一样，如果察觉到危险我一定会停下，但若不尝试就放弃，我不甘心。青叔啊，修吾是不是会和你一起去啊？你们不是不能离得太远吗？嗯，我同师姐一起去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有修吾在绝对不会有危险的。你们也奔波了一天了，快去歇歇吧。此地虽非仙境，却也有澄净灵力存在。如今我的灵力所剩无几，还需尽力恢复。修吾，汝需谨记，天魔叛神大逆不道，神族律法不容尽踏。如今九泉灵脉可通达六境，此去务必将天魔铲除殆尽。是，神尊。铲除凶兽虽重要，可若罪魁祸首天魔不除，人间依旧不得安宁。可惜如今春子简不在，即便是寻到了去魔界的方法，也无力对抗天魔众。神尊命我暂留人界，但此物孟章究竟何意？师姐，这么晚了，他这是要去哪儿？天魔众袭击天师门，意在神子，幸而众人携手抵抗，渡过此劫。修吾虽寡言面冷，然而一成手举，不似高高在上之神。多年来遍寻不着的仙灵兽终于有了消息，若能收服之，吾明术门则可中兴，孩儿无论如何也想一试。明天我就出发，请你们在天之灵
有孩儿。人族殒命后是去往鬼界，不在天上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师姐，你忘记不可离我太远。也对，事出突然，我一时还不太习惯，不知如何才能解除你我这共生之术。明日我将一同前往，师姐无需多虑。此行是我坚持，没先和你商量，造成困扰，还请见谅。不会。神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应该比人界美丽许多吧？我生来一直守卫春姿泉，尚未到过神界其他地方。哦。师姐若想探访神界，待我完成任务返回复命时，报请敖虚神尊，让师姐通行。这不太可能吧？我只是问问而已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夜已深，明日还要远行，你也早些休息吧。好。长白山千里之遥，仙灵兽踪迹又向来隐秘，这一趟恐怕得花不少功夫。晚饭前去村里买的这些米面肉菜也不知够不够，还好顺便。喂，到这里来。嘿，你知道天地游吗？天地游？看你这副孤陋寡闻的样子，我给你稍微介绍一下吧。天地游是六界中非常流行的卡牌对战游戏，不单单是人族，即便神魔，闲暇之余也非常热衷于此道呢。来来来，我们对战一局，我来教你怎么打。